所以呢，你想投资懂经济，你不喜欢，然后有人帮助不起的，他会有这么的力量，员工能专心，即便还是下班时间的，那你不行，对吧？看到没这么的力量，大家然后真正能行，即便那你不下班时间的说话。我们这个为例的吧，给你们都共同保保障，对这个事业的实现，我们的心意对这个事业，所以第一方面呢，你肯定是啊，你对来之后肯定是啊，为了呢这个事业，所以我这里把主题，对，如果我们不能忙的，一定要快，那么两分钟来可以。一百个女朋友就是给一百人嘛，很少的，不是的。哎，你家门外这个的，我比如准备，就是黄金的，这是个大的生意，你不晓得。那你不晓得要采这个路，没有女朋友的那些也会，还有一个新朋友的，他们会来，他就不来这个的，可以来那去跑的，可以不客气的，我先给一笔钱，送你回来。Pemila, tuan pemila ni, ini saya banyak makan. Jadi, bukan mana aku yang perlu lagi mari kalian support. Tapi, ayuh kita yang ada itu semua. Jadi, kalau terus menuruti, kau nak pun masih di, kau jauh lagi. Kalau, jadi, ayuh banyak makan bah, sering lagi makan, tahu lagi dia, mungkin kita. Kami tidak mahu orang yang berusaha. Yang mengajar sini.